前呢，或者是说一九，而且更热，那特别特别感谢我们陈淑华议员，也派我们的主任杨光博杨主任。谢谢我们，谢谢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贵宾来到学校，给我们的孩子啊满满的祝福跟鼓励。那接下来呢，校长还要介绍，有两位，一位呢是我们学校的退休主任。那我们的退休老师，虽然离开了国安，可是他们对国安我们所有的孩子的这个关心都维持着。所以不管是在运动会有机会上的赞助，在毕业典礼也特别提供一个奖项所以校长要特别介绍我们国安国小这个退休老师张嘉宾张主任。好，哪有公平会我们的常委，我们家常委的常委，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再一次给所有来免费的我们的贵宾还有老师再一个掌声。主席致辞。各位贵宾，还有各位家长，各位国安的师长，各位毕业生，早安！欢迎我们的贵宾，还有我们的家长呢，来到我们的会场。那今天是我们国安国小第22届毕业典礼，在这时候，我首先要恭喜。我们特别播报我们到学校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跟其他的家人，还有我们第22届毕业生，共244名的毕业生，恭喜你们完成国小6年的学习阶段，你们即将要迈入国中，要展开另一段成长，在这里。校长呢，也希望同学一起来跟校长回想一下，你在国小6年当中的学习，你是不是改变很大？从刚开始小一懵懂无知、傻傻的小一新生，到现在你已经懂得如何参与比赛，你会主动的学习，变成是我们国小校园里的。这样子的改变，校长为你感到骄傲。尤其我们今年第22届毕业生，非常的优秀。校长不止听到一位老师的夸奖，有许多老师都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很棒。校长也很骄傲的跟我们很会的贵宾，还有就是家长，您的孩子在我们国安国小。6年的学习，我们把它教得很好。那这样子的进步，小朋友，除了你的努力，你学习的进步之外，还有两个重大的推手。首先就是我们在场上，在台上的练习老师，还有全校的师长。所以，校长要邀请你给我们老师一个掌声。你是他们的心中的宝贝，你是最受重视的，所以校长要请你们给我们的家人一个掌声。今年2020年很特别，在寒假中，我们全球都遭遇到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影响，所以学校有很多活动。也被迫取消，或许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可是学校也做了最大的努力，来让小朋友能够平安度过。以后你有一天回忆起来，你会想到在新冠肺炎那一年的毕业典礼的国小6年级下学期，我们一起有哪一些很不一样的。
望你能够珍惜。在这里，我也要向我们在座的家长，这个家人们，谢谢你们对国安国小的支持跟信任。我们做了一些规范，会让您有点不方便，包括今天来到会场，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量拉宽距离，所以会导致有点不方便。我在这里还是要谢谢大家跟学校的配合。接下来，这段想要送给我们毕业生两点，两点我们一起来努力。第一点就是，非常希望你永远保持好奇心。保持你的热忱，对学习能够更主动，能够享受学习的乐趣，做一个终身学习者。这也是在第八课纲里面很强调的，我们要一辈子的学习，遇到了新的事物，请你勇敢的探索，不要害怕改变。第二点，这堂要跟大家一起勉励的是，要做一个懂得思考、懂得判断的人。同学很容易就沉迷于手机或者是网络的世界，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真假假不太清楚，请同学要懂得多方的收集资料，然后不要只是盲目的人云亦云，也不要花太多时间沉迷在手机跟我们的网络世界。校长希望你能够做一个能够判断的人之外，能够保有一颗谦虚的这个态度，然后让你以后的学习能够更顺利。最后，我还是再次感谢今天所有能够与会的贵宾还有家长，也要祝福我们的毕业生，我们的第22届毕业生。希望你的学习。